当地时间3月22号上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后启程回国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。离开莫斯科时，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，并举行隆重送行仪式。